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源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高端厨电升级之选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近鲜味香浓川菜好伴侣，本节目由一吃就忘不了的泰特勒川菜鸡精赞助播出。宝宝辅食零食就选爷爷的农场，本节目由爷爷的农场赞助播出。哈哈哈哈哈！来耍嘞！哈哈哈哈哈！买单了，哎，这就吃好了，吃好了，吃好了，慢慢吃，不着急，不着急，因为今天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二位。哎，对了，今天过一会儿来的老人居多，他们都是子女呢，常年不在身边，啊，那我们就替他们的子女请他们吃顿爱心午餐。这儿啊，有一个写给杨志刚的信。爸爸，嗯，亲爱的爸爸，嗯，你好，我们现在都是打电话或者视频通话，收到这封信，您会很惊讶吧？啊，谁？爸爸，我们一直都想对您说，您辛苦了。我们是您和妈妈靠种菜卖菜换来的钱供我们上学，现在那么大年纪了还想着给我们减轻负担出去打工。其实女儿想对您说，我们也可以为你们遮风挡雨了。爸爸，您知道女儿不善言辞，但是作为您的女儿，我从来都没有羡慕过别人。小时候只要我们有什么需要，你都会满足我们。您和妈妈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成为乐观善良积极向上的人。爸，记得上次去峨眉山时您说还没坐过飞机，没有看过大海啊。我想说，等没有疫情，会带上您一起坐着飞机去看大海。对，爸爸，我们爱您。您的两个宝贝女儿，2021年11月。啊，什么村中写的吗？啊，老大写的，我老大写的。你老大写的啊？啊，哎呀，谢谢红哥。哎呀，听到这封信有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就很舒服，心里边很舒服。您看看，嗯，您回去看。啊，让你开心。好，还有一封信。是不是刚才有一点失落，说哎，怎么那边女儿有信，你这边怎么没有信，是不是？爸爸你好，这是儿子写给你们的第一封信，我想对您说声您辛苦了。因为我知道你和妈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从我出生以来，你们把所有的爱都灌注在我一个人身上，从此我就是你们的一切。你和妈妈在我心中是平凡中最不平凡的。爸爸，
谢谢您对家庭的付出，谢谢您对我的爱，希望您健康平安。儿子小斌，2021年11月。你听了高兴吗？高兴了，确实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太激动，太高兴了。黄厂长，你给他真的太周到了。是，这是第一次写信是吧？确实是。啊，从来没有写过信。从来没写。所以说这个信，您看，您要不要看一下？我认不到，我是个老文盲。那不管怎么样，我也把这封信我也给您，您好好保存好不好？谢谢。每个信都得上保存档。对。多好，在外边还是就是保重好身体健康。你看头发白哈，有点像老人，但看你脸色很好。就是头发白了。对，头发白了。这个遗传没法。哦，没法。没法改，对，真没法改。你几个小子？几个孩子？两个。我也是两个。咱们年龄基本都是俩。啊，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哎呦，咱俩一模一样。我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哎呀，对对对，我也是老大姑娘，老二是个儿子。现在孩子能自立，咱们不用他们管，就舒服。两个孩子，我都把他们培养成了研究生毕业，全是我一个人带大，又种地，又养猪，又养鸡，多辛苦啊！那就是家里家外的活全是你干。啊、孩子要上学，那个条件不好。怎么办呢？根本就连棉鞋，一句话说，棉鞋都没有给他们买。哎呀，就买个筒须，跟他们放上稻草在下面垫着。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在这边陪。一大一本本子做完了还不够，眼泪往前流，都手动了，流眼泪了。我说你不要着急，妈妈在身边陪你。有点陪到半夜把作业做完，我没有老人啊，我老公当时在当兵，嗨，你说那种艰辛，哎，我们都苦过来了。这您孩子是当兵是吗？嗯。多长时间回一次家？哎呀，有的时候一年多没回家。一年都不回家啊、哦！不回家。有天晚上夜行军要到那个新疆去，哎呀，我们来了晚上，我老公作业都爬起来，到火车站，老火车站呢，就昨天去看他们出发，就是很辛苦的。对呀、啊。看到一直看到火车。哦，看着火车走了。这就是父母的责任心，就是一去就是要回不来那样子，是吧？啊，就是他说，他有一次跟我说，哎呀，我当时我流眼泪了。他说妈妈，下次你给我打电话，如果三次打不上，我走了。他说我们不是经常都想。这个国家这么大，对不对？如果你不当兵，大家都不当兵，那谁来保卫祖国，对不对？是是是，非常支持他。特别是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你孩子那是这个样的，很榜样，很优秀。这个咱们今天呢，就是邀请你们来吃饭呢，哎，都有惊喜。这是您的儿子写给您的。哎呦，亲爱的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重返我的工作岗位，再次投入到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当中。十几年前，你们送我到部队时，我想，你和所有军人父母一样，内心是无比的光荣的。但你们也深知，以后我陪在你们身边的时间将会非常少。每次回家，我看到你额头不再光洁，眼角也绽出了更多的皱纹，以及日渐苍老的身躯。我是多么的想岁月停留一下，等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好好陪伴一下你和父亲。我深知作为儿子，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作为丈夫，我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作为父亲，我更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但你们最担心我的任务是否完成，我的工作是否顺利，我的生活是否过好，请你们放心，在工作上我会认真负责，不忘职责使命，全身心投入的，同时也会照顾好我自己，把我的青春和激情全部投入我所热爱的事业，为祖国守好边防线。对祖国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妈妈，祝你和爸爸健康长寿。你的儿子，2021年11月30号。他这个工作的确是很辛苦啊，就是不光这个自己父母见不着，自己的妻子啊、孩子啊都，说很不容易的。哎呀，儿子回来一次很不容易，他一般都在外面，很少回来，什么过年啊，什么集体，从来难得在一起。军人就是这样。对，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离开父母。他们自己是毫无怨言的啊。我说，就是有你们在外面，保卫祖国。我说你我们父母才放心的睡觉。我经常跟他开玩笑。对，你说的是实话。对，就是。对，那你应当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有这么样的好儿子，对国家、对家呢，都有这么大的负责任心。太棒！祝贺祝贺，祝贺祝贺。他看到这样的一封信，我相信他内心的这个起伏和冲击感其实是很大的。后来那个信读完以后给到他，我后来他就发现他一直在看那个信啊，在看那个字，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孩子给老人们写的信让我感觉还挺动容的，之间的这份情感其实大家都懂都知道，但是真你认认真真的一笔一划的用笔触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十分的感动，老人也很感动，因为那是一个温度啊。给妈妈的信。亲爱的妈妈，当儿女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妈妈的世界却越变越小，小的只能装下儿女们了。亲爱的妈妈，希望您以后的日子可以卸下包袱，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也越来越难以抽出时间。以前想象了一个飞机就回去了，以为都很简单，最后也被现实打败。我真的是疯狂地想念妈妈的面条，爸爸的回锅肉啊。亲爱的爸爸您好，您告诫我做人的道理，要正直善良，勇敢乐观，要为人着想，富有同情心，
那个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东西，真的是让人动容。就是这种交流，它是一种温度，包括陪伴，它也是一种温度。其实老人需要的就是这些温度，我觉得有这些温度的存在，可能老人的孤独感就会少很多。过来了哈，妈，你们早上起来没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个山上面那个步道什么的。哎，我怎么现在一和青岛鱼都忘了？这是在哪儿吗？这不在四川吗？四川哪儿？叫个都江堰。啊，对，都江堰，对，四川都江堰，对。你这次过来要待几天？10来20天吧，10天20天啊。我完了以后我要去哪儿来着？忘了，哎，个脑子下气下都下掉了。下气下忘了。哎，我给弄的花生我弄哪去了？啊，在这儿，都忘了。昨天给弄花生给你带走，你都忘了。这架子炒的，吃。你炒的？我炒的，那不是我炒，谁炒的？你这个炒花生，我跟你爸爸，我炒花生是一绝啊。嗯，炒花生一绝，绝对一绝。不用把不是带皮儿吃好吗？哎，这个皮儿糊了不吃。炒糊了？那这一炒它肯定有糊，但不糊，不太糊。我炒又是咱那个净水锅，它不是糊的。你不是用那铝锅炒的吧？对，就是它不是个铝，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非级金属。说了不让用那个铝锅，不让用那个铝锅。它那个一点事儿都没有。好肉你不吃，你怕这那个铝你就嗷嗷在那用，已经跟你说对你身体不好。我用一辈子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还叫一点事儿都没有吗？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记忆力不差吗？现在？记忆力差那不正常吗？这么大年龄还得和你们比、啊、一天一点铝掉下来，一天一点铝掉下来，全吃肚子里边去。没有，这用了几十年了。下一个啊？啊，好，走。我不让你了啊！不让我就对了，不让我就对了。哦呦，这小车下的。哦呦，这小车下的。给你让个大路是吧？对。你可太聪明了，我以为你是给我指路呢。呀。哼。哎呦，你厉害。嗯。我赢了啊。赢了。一步。哎，两步。三四步。不容易啊，能赢了你可不容易啊。不简单。啊。那再来一个吧。来个，天哪！来，我赢你一局啊！好吧，你赢我两句才好嘞。怎么啦？睡了吗？我回来了。哎呀，快休息吧，明天还得干农活呢。快睡觉吧。杨子，丫丫，哎，出发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这是咋了？身上有水？我刚打鱼去了，我试了试，检查一下，试一下今天的这个怎么样啊？走，哎，这个还行，这一网下去不得来个七八条、五六条的。这有什么收获呀？再来一个啊！呼喂家，撒出一条线儿去了。哎，能打上来了吗？呀，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啊！看起来这活儿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啊。今天的丰收日，到底能丰收多少？
就看今天的了。这天气真好，那昨天天气都没这么好，你看你一来天气就好了。咱阳光房，真阳光房，一到中午哇，真的白天热的必须要开窗的。哦，是吗？啊，其实我就没来两天，我感觉好像很久。对，你没来这两天，那个祖儿过来又帮了几天忙，感谢他。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事情是，我们新来了一位老太太，啊，对我妈来了，哦，正好那个张奶奶家里边有事儿来不了了，啊，也跟剧组请假了，所以说就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妈一开始来了有点腼腆，就往后缩，你知道，她老认为我们是在这拍电影，所以就她老躲，习惯性的是吗？对，性格怎么跟我差那么多？对不对？啊？我是只要没有镜头都是这样，只要镜头一对，你就亢奋了。哎呀！肖奶奶来了，早。你来了，哎呦，早。你想不想我呀？怎么不想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都给你织了个小发套了。哎呀，爷爷好时髦啊，太时尚了。啊，太时髦了。啊，那也没有你时尚啊。衣服脱了吧，有点热。好热，嗯，对，是。哎，想我了没？哎呀，放一下。哎呦，你也不想我呀？想。祖儿今天又走了，你们是想祖儿还是想丫丫？都想。只能选一个。那还用说吗？这事儿你还是说出来吧。我就不说了。真是老江湖，你。老江湖。早呀，崔奶奶。早呀，陈奶奶。你好，美女。崔大姐好。小弟弟，小弟弟。哎，小弟弟。小弟弟。你看看。昨天是不是回来的？我昨天晚上。嗯，我昨天晚上一点才到，太辛苦了。没关系啊，但是能跟你现在好舒服，我把你抱起来，我把你抱起来，你这个人还傻呢，我把你抱起来。哎呦，亲的哟，嘿。帮我介绍一下新来的奶奶好不好？我还不认识呢。来呀，奶奶你好。你好，美女。我姓佟，我叫佟丽呀。对，佟丽呀，嗯，你叫我丫丫就行，丫头，因为生下来是个丫头，然后就叫丫丫了，这样比较好记一点。好，好听，好听。我叫崔老太太。崔老太太。同志们，同志们，来听我说一下，今天的时间很紧，我们今天呀有一天的。这个繁忙的工作要做，这金秋嘛，然后有很多的瓜果梨桃已经下来了，今天去采水果，然后咱们下午就出去售卖，啊，售卖来补贴一下我们惨淡的经营。惨淡。今天呢，我们兵分两路，一队去摘苹果，摘橘子，摘橘子，南方的水果，然后呢还有。男生，我们一起去湖边打鱼。哎呀，好啊！中午有客人来吗？中午今天不营业，今天就是采摘打鱼。然后呢，下午我们要到集市啊，要到外面去把我们摘到的东西把它卖掉。因为这确实农场的体力活确实有点多，老人们是吃不消的。但是今天呢，会有一个帮手来到我们农场，也是我们之前忘不了餐厅的这个常驻帮手，每一季都会来的陈赫，陈赫同学，好像这个名字听说过，好像两个赤字，两个赤赫，陈赫，就等于是我们从外边借了一头骡子回来。我要把这个原话传递给赫哥，肯定传递给他。陈赫，
由你过一会儿去迎接一下。去接一下。啊，要多少给他一点小惊喜。乘客来了没有惊喜，怎么可能？走着，同志们，出发了，出发了。农场宣传片今天就拜托你了。好嘞。期待你们这个丰收的好消息啊！期待你们打鱼的好消息啊也！啊，打鱼五百斤，打鱼五百斤是不是有点多呀？太多了吧也！你咱仨加到一块也就五百斤，你们能五十斤都不错了，我感觉。行，就五十斤吧。拜拜。好，走吧走吧，拜拜。一会儿见。我们丰收。走。今天好暖和啊！对，好暖和。你看这里还有小花开着。你这咋还有动静啊？谁到了？嘎吱嘎吱的。啊，你就在这儿欢迎陈赫啊？嗯呐。拜拜，走，我们先去看看我们的橘子园。哦，这个可大，看到的好舒服。这个就可以剪，现在就可以剪了。现在这样子，咱们自己分一片区域，然后就剪矮的，好不好？然后那个橘子呀，要捏一捏，如果很软，就是里面可能会有虫，好不好？嗯，好的，手套戴戴上。我可不需要这种东西。我们有你没有手套。我不要，不用手套。这个就是一剪下来是马上。戴了手套不能干活的。橘子呀，要捏一捏，如果很软，就是里面可能会有虫。哎呀，哎呀，这橘子漂亮，哎呀，长得真好。这还可以。这个好，哎呦，这个好。哦，这个橘子，这个可以啊！你看多漂亮，这个好漂亮，这个也好漂亮，哎呀，好漂亮！我看见你，我就想把你装到我的篮子里。奶奶，你摘下面的，别够那上面的了。我把那个。上面的留下，我们就摘这些矮的、大的，然后如果看到特别好的在上面呀，我们就给陈赫留着，一会儿让他去，好不好？好的，好吧。欢迎，开开嗓，欢迎欢迎，赫哥赫哥，哎呦 ，Come on， 你好，你是？你该不会是？难道你是？路过。欢迎欢迎。糟了，我来应该怎么说呢？我最不会骗人了。陈赫呢？今天会给他一个选择哈，一个叫顺利利。一个叫甜蜜蜜，嗯，顺利利就去湖边打鱼，甜蜜蜜就是采摘橘子，今天就写在你手上吧，让他来选，反正选啥都是那一套，最好是甜蜜蜜，行，你就跟他说顺利利是苦活，哥我先告诉你，行，嗯，想想，嗯，贺哥，欢迎你，然后呢？博哥呢是让你这样做一个选择，一个是顺利利，一个是甜蜜蜜。我个人推荐你选甜蜜蜜。
万一贺哥选了顺利利怎么办？我现在都有点懵，其实。嗯，哎呀，真晒呀，真热今天，真晒，有点晒脸。好喜欢这个阳光，太美了吧！哎呀，太好了，我就应该住在这儿。这已经到了吗？啊！哎呀！欢迎欢迎，可怜欢迎！天哪！欢迎陈赫老师下乡指导。我想过草率，没有想到这么草率啊！已经到了你们这个餐厅了吗？是。对，然后所以接下来你就会引导你今天的几个任务。然后博哥呢，给你两个选项。他怎么那么？可多玩法了。这黄渤同志，博哥累不累？一整天就每天琢磨这些事儿。然后给你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你选了就会决定你接下来两天的一个命运。这字都写出来了。一个叫甜蜜。注意点神秘感都没有，字就写在外面。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叫甜蜜蜜，一个叫顺利利。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啊，就是不考虑就是博哥的情感，我个人推荐甜蜜蜜，稍稍轻松那么一点点。对，那就选顺利利嘛。恭喜你，恭喜你顺利的选到了甜蜜蜜。真的，你们这个节目已经是硬来了吗？行，那既然选到了甜蜜蜜，那我们就我来吧。哎呀，你可比博哥说的好多了。博哥说他，你说你特别没有眼力劲儿。黄渤的话能信吗？我们往下走，往下走啊。然后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山上摘橘子。对，这已经算轻松。哎，我到你们这儿坐都没坐下来，你就让我去，我凭什么呀？我做这个任务凭什么呀？博哥说就指你了，这苦力活全留在今天了。一来就干活啊，太草率了，真的太草率了。这是还要走多远？差不多了，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一来就干活啊，太过分了，莫名其妙。哎，有鸡，鸡招呼你呢，一堆啊，那大鸡瓜，哎呦，哎呀，真是一堆，好多呀。改善一下伙食好不好？今天摘什么橘子呀？有土鸡呀？哎，真别说，还有手套。方便你抓鸡用的，抓吗？哎呦我，太狂了！这家喊的都喊出二重奏来了，来抓我呀！好，知道了，一会儿来啊。我们抓回去吧，让勇哥坐下，必须让他给搞顿大的煎虫。我们来了，哈喽，来了来了，听不见，听不见，我没听见。奶奶们好啊，完全没有人，没有回应。有问题，不回应就有问题。黄渤肯定又搞事。渤哥肯定又在哪儿埋伏着吧？啊，不会从什么地方。突出来吧，吓你一跳。战果如何呀，奶奶们？奶奶们好啊。这怎么看到我都不搭理的呢？哎呀，来了，给我累坏了。咋回事？有问题啊？累坏了，好吃啊。
哈喽你这啥反应啊你这你是谁啊我陈赫奶奶好那来吧啊尝一个好嘞好嘞甜的不得了甜的不得了对不对甜的这个口水都流出来哎呀点点点点点是吧啊甜的了要命嗯好吃好吃吗 Amazing 太棒了这是不是一个叫黄渤的人叫你们这么做的不是不是我自己这么做用不到黄渤叫我对用不上黄渤对用不上黄渤咋了咋了因为黄渤也没有出现我老害怕他偷袭我你知道吗太警惕了那就捕鱼了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我们这是肖奶奶奶奶好我是陈赫我知道啊奶奶他叫什么名字啊陈赫哦好咪咪奶奶咪咪奶奶嗯就是崔奶奶崔奶奶好你好你好奶奶哪里人江苏苏州人 OK 我是四川人四川人嗯您呢山东人山东人啊你看看他像谁山东青岛人我们这里还有谁是山东青岛人黄渤哎你再看看你再看看我刚刚介绍的山东青岛奶奶呀对呀、啊、奶奶黄渤的妈妈哦真的吗说还要我是吗哎呦哎呦赶紧赶紧提示给你们青岛人青岛人真是拎不清拎不对不起对不起这我实在是哎你看这拎不清请叫我拎不清我们欢迎你对欢迎你还想你帮我们做我们做不了的没问题肖奶奶腿脚不太好所以肖奶奶今天所有的活都你来干没问题拜托拜托什么活他们想摘那个最上面的那个留着吧让他别啊下面的不好吗下面的我们摘你们摘可以可以可以照顾老人嘛当然当然敬老哎呦哎呦奶奶不腿脚不好吗怎么一下站起来了看到你激动了看到你激动了看到你激动了你知道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操练起来吧我们为你加油打气啊太棒了放在我这里好不好好嘞没问题这里慢点啊奶奶啊嗯好咱们那个好餐厅里都有什么好吃的呀跟我介绍介绍嗯餐厅里好吃的可多了可多了鲍鱼红烧肉鲍鱼红烧肉王勇大厨做的忘不了农场那个脆皮鸡啊那是很棒的我刚才从山下走上来的时候啊看到有土鸡我们抓土鸡好不好我们去还惦记呢哇奶奶你看看它这水果多新鲜这橘子好新鲜哦是啊哎呀好香的很你还想不想要点其他水果想啊嗯我给你变个魔术啊好来你看看这是什么爷爷的农场果泥对这个爷爷农场果泥特别好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种水果还不添加糖色素和盐然后酸酸甜甜的小朋友都爱喝太好吃了等下次咱们那个再来小朋友的顾客我们都可以给他送一点对其实啊我今天早上过来试了试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啊那撒网是个技术活撒网可是个技术活一撒特别圆有的撒成个线条我今天就撒了个线条对呀、啊、
炸线条你扣的面积小，捞的鱼就少。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想想法，咱有什么办法？这玩意儿我明白，炸特别圆，真的旋网。对，哗，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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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攥在一块骨堆一撒是个圆的。哎，那捞鱼就不费劲了。明白。这就是那个网。嗯，哦，这个扭着腰可挺狠。你们拿一个那个盛鱼的箱吧，我撒网。试试啊，把它甩圆了。哎，小心！热，热，把它甩圆了。这个撒不了那么圆哈，这。再撒一个，热，热，还行，挺圆，这就90分了。你猜这有没有戏？你别慌，现在看不着。哔噜不噜，哔噜不噜，怎么着得上那个两三条吧？啥玩意儿没有啊？有它就打水花了，再来一个啊！哎，这个好一点儿，也不是太好。这个是半月形，半月应该要圆月。哎，没有没有，哎呦，这里看来还是鱼不多呀。这咋是不是刚才那鱼都跑了？嗯，应该换个地儿了。我觉得也是，也是。咱们都试试吧，好不好？对。他这边转一圈呗。走。没有。换个地儿再来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再撒一个，没有，换个地儿，没有，往这儿来，又没有，换个地儿再来一个，没有鱼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把他们几个给笑的，你看，这几个鹅在这儿，不行，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好一点？那个地方。能是中往中心里撒，到中间去撒去。走，我过去，我把船划过来吧。这个小船是个两人船，那就我划，你撒。战大哥在岸上，哦，你等着收获。行，你先等一下。行，往中间走一下，找个宽点的地方。像个打鱼的，像没用啊，得能打上鱼来呀。哈哈哈哈好，好，好，好了吧？哎，对，我到这儿，撑住。好，开始吧。哎呦，这个绳！哎呦，这个绳！都到这儿了，怎么着得上来个两三条吧？来吧，我亲爱的小鱼。哎呀，有个大的，看了吗？有个大的，看了吗？太放了，真有，哇，还真有一个。对呀，你这看，丰收了，一条大的，大鱼了，乘胜追击。我这，哎呀，你别把我往里边。有一个，有。有了，这还不小呢。走。哎呀，哎，你瞧瞧怎么样？有一个，有。好了。哎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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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走。走。怎么着也得让它鱼满了仓。8条了。
就按照这速度，如果完成500斤，我估计得到明年了。赫尔，今天还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让你来帮我们完成一个宣传片。你是男主，我名字我都想好了，哥，就叫《橘子树之恋》。一个人演？你可以选，可以邀请一位女主演。要剧情还是就直接就画面就行？你来定。我哎，我又成导演了。对，你也想一段台词儿，你口条这么好。我口条。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所有的人都出演，好不好 ？No。啊 ？No。No。感觉赫哥都冒汗了，这会儿。现在录节目门槛太高了，真的太烧脑了。橘子，好吧，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边摘先边琢磨琢磨。再拿个梯子，扶一下，扶一下。慢点啊！你就对，你就在这个地方给个机会，这儿。好，这个咱们俩就可以一块往上爬。好，来开始啊，那就。来。我们俩啥呀？哎，都老演员了，咋还笑场呢？好，来啊啊！新鲜感啊，新鲜感，来，来，喊一下，三二一，开始。我们俩踩着橘子，彩虹橘，彩虹橘。哎，嘚儿啦，和郎有情。嘚儿啦，和妹有戏。就好像风声，明月是童年声。让我哥哥吃橘子。姐姐，你也吃橘子。你看，这个橘园，天哪！我被你唱好了，你一个呀，我一个，我俩一条心。行，咱们拍点这个大家一块背的竹篓的，让丫丫给排一段这个舞蹈，采橘子的小姑娘，大家把最美最阳光的笑容都拿出来啊！大珠光，亮相。好。哎呀，这表演太好，回头看看。Solo time。完美！哎呀，热死了，可坏了吧？可坏了，太热了。可以。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奶奶们得吃饭了，吃一肚子橘子，酸溜溜的，刚好开胃了已经。嗯，走吧。下面有土鸡，走。但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来的时候有任务，是多少斤来着？200斤。嗯，现在连20斤都没到。我们要去吃饭了，但是我们的任务没完成，谁来帮我们干呢？你刚不是要减肥吗？你留着把剩下的任务完成，行不？你们节目性质变了，我觉得，真的不能因为有黄渤就把这个节目这么一个温暖的。多么阳光的这种就热情，温暖。现在已经很温暖，你看暖和的，把衣服、羽绒衣服都脱掉了。走吧，奶奶，反正这橘子的事儿交给他，我们去吃饭。嗯，拜托了，兄弟。拜托了，兄弟。拜托了，兄弟。
放心吧，姐姐。真走啊？我们这节目啊，都真情实感的，说走咱就走啊。哎呀，就让我来。哇塞，我没有力气。哇，师傅，凭什么我一个人呢？啊，我这一来，就我人都没健全呢。黄渤干嘛呀？我都没见着他，我就干活。我连望岛餐厅我都没见着，我就是干活，不合理啊，太不合理了！而且还停下来，你看，有点不明不白啊。那个徐峥和沈腾他们这样的劳动量能来干嘛？黄渤在干嘛？看他在干嘛？喂，沃哥，你干啥呢？在哪儿呢？我在美丽的菊园。是吗？我们在美丽的湖畔呢。这个，听说今天我的任务要200斤。啊，今天只要活干得好，今天中午你知道有什么吗？啊，我从青岛带来的酱的鲍鱼还有海参。哎呀，哎呀，是不是突然有了动力？天哪，我现在感觉这树上长的全是海参。我马上就来啊。我再摘一会儿。行啊，好嘞，拜拜。嗯，只要活干得好，今天中午鲍鱼还有海参，来吧。摘橘子的小男孩摘了一颗又一颗，简直是重到无以复加。哟，啊，什么？这才50斤？50斤？呀，我怎么该重的时候没那么重呢？怎么想重的时候体重突然下去了呢？我的体重我那么苗条吗？这减肥那么成功吗？请看，让我们记录这个数字102，就这样吧。200斤，204斤啊，就这一筐204斤。我太累了，我要歇会儿。陈赫，你这个完工了吗？不行了，我要找他们去。走，我得先去找他们。哎呀，这哦，到了，忘不了农场，就是这儿了。这刷卡才能进吗？刷卡？没有卡呀？那谁呀？博哥，博哥。哎，给我开个门呗！我在湖这面呢，那你等等我啊！我这就进门这一步就卡住了。你能翻过来吗？我翻过来。万一我卡住了。这就很尴尬。我好像被卡住了。
不行。没有这个必要吧，还滑过来。你这个过来的太夸张了。你过来了。你有卡吗，博哥？你有卡吗？我有卡。哎呀呀呀呀呀！真是，喂，断！哎呀，快传！这我们就卡在这一步，太尴尬了吧？哎呀，好了，太不容易了。哇，瘦了，瘦了啊，瘦了！妈呀，哎呦，都能搂过来了，妈的！我这就是腰，健一上午了，一共弄了大概有十条，想个办法。我这里准备的大网，咱们找点场地里边的园林的朋友们，把这个大网下下去吧。这个，哇塞！这你别，这出海吧。因为我刚才试了，要普通的网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我估计就得下这种大的围网。这三十个人，二十个人，就咱俩不够吗？你觉得？一人拽一边。来吧，动起来吧。师傅们啊，来帮我忙，谢谢谢谢。那这就开始下网了，先让他撑过去哈。我们到那边去。哎呦，有点分量。哎呦，有点分量。哇，越来越沉。哎呦呦，这鱼你看。这么好，比我网那些都大呢，哎，肯定比你网的大，肯定比你网的大。你那网的都是什么？这有点那种开盲盒的感觉，一会儿全拉上了，是不是得收收网底啊？铁钩，这一网能拉上来多少啊？几千斤，几千斤。为什么我刚才那网撒的？我的天哪！那收吧，那我们就收吧。爷爷好，小鱼放水。哎呀，这小伙子长得比厂长还漂亮啊！我看过你演的那个电影，叫《爱情的角落》，是不是？爱情什么？爱情公寓。爱情公寓，对，有没有？有哦，你们才认识哈？对对对，刚见着。爷爷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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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再说，他先把这鱼抓进来。行，我先把这鱼。喂，哎呀，这个鱼绷的，哎呀，绷的太漂亮了。这网能不少啊？哎呦呵，还真有跑的。哎呀，又有一条逃走了。哎呀，又逃走一条。拉上岸啦！哦哟吼，收获了！哇，这么多鱼！哇，这个太帅了吧！哦，哎呦我天，这鸭子来了！哎呦，来老张，来！哎呀！哎呦！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天哪！太棒了！哇，这么多，哇，这么多鱼！哇！哎呀，那农场其实期待已久，就是有一个丰收的景象。怎么着都要有那个红红火火的感觉，最后那一下还是让人，哎呀，蛮兴奋的。哈哈哈哈！大鱼啊，农场大丰收了，离嘴再近点。来拍个照片，快来一半。来一半。哎，那就这样吧，贺儿，既然今天来了，哎，也参与了收获，咱们得到市场上去把它变现了它。好，咱们就分个队，分别带两组老人，看到最后谁先卖光。好，
先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出去哈。团长，我请假了，不舒服。行，那就在家歇歇哈。来，上车啦，出发吧。走。我们现在要去的这是一个市场，然后咱们一人一个车，上面都有工具，咱们就开始摆开阵势，看今天下午谁卖的钱多。咱俩是一伙的是吧？我跟贺哥，你跟博哥吗？哦，那我不跟你交流了。哎呀，本来想跟我商量对策呢。对的，咱们俩就比着鱼，先到市场去，先看看别人卖多少钱。哎，先逛一逛，对，逛一逛。他们卖10块，咱就卖9。要敢卖3块，我就敢白送。今天2个小时之内要卖出去的话，再琢磨琢磨哈。我有招了，我告诉他们。哎呀，哟，这已经是市场了，农贸市场。好了，走了，走了，走走走，慢点儿，慢点儿。来，我们过去拿箱橘子。啊，能背的吗？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这个呢？你们拿着吧。咱俩还那样整，咱俩。哎，他这个我真不赖。来，鱼放这儿。哎呦我的天！放这儿，从这儿过。咱这俩爷爷是不是忘记我们是一队的呀？哎呦喂！哎呦喂！这家伙的，行吗，哥？我不知道啊。咱这俩爷爷是不是忘记我们是一队的呀？对对，因为他可能以为跟博哥是一队的呢。哎。我的妈呀，我们在哪儿啊？都一起吧，还是我们要不然就一面一半，你们这半我们这半，咱们就是到最后按照收款码算吧，看谁卖的多呗。没问题。来，新鲜刚打上来的鱼，刚刚摘下来的橘子，千万不要犹豫，犹豫就会错过，好不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卖橘子了，营养丰富，丰富营养，特别的甜，特别的鲜。来，快来，忘不了的橘子又香又甜，快来呀！多买多送啊！来呀来呀来呀来！快来呀，来呀，忘不了的橘子，来呀，朋友们，这喊没太有什么用吧？没有人要鱼吗？真的要吗？来买啊！来，大姐，我这鱼好快。姐，姐，是我的鱼长得漂亮，快来！便宜点吗？20一斤。12块一斤。哎呀呀，那个这个，我来我来我来，我带着等，我给你抽着吧。这鱼我跟你说哈，你看哎呦，我就你这我你我你，来我来我来，我来，我今天还不信了。带着手，不带着手，不行不行不行。好，嗯嗯。要橘子吗？还要什么？给我10块钱。好嘞。我来，你也整不了。看。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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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这儿买啊？哎呦，没事，您再装点吧。
3.428。我有招了。哎呦我的天哪！奶奶，来到这边去发点传单好不好？啊，好。小朋友，哎，你好啊！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王母庙农场卖我们自己摘下的那个果子和我们自己打的鱼。你看看，到那里去看看吧。好，谢谢啊。看到那个橘子没有？我们的碰柑。哪里？奶奶，你看到碰柑？啊啊，来一点，来一点。多少钱啊？啊，十块钱一袋。十块要两袋。好。我买两根鱼。好，谢谢。我要十块钱橘子。好嘞。那个号啊，十块钱长颈，多么经典，好吃。好，谢谢。我给你多装了一些哈，好棒，奶奶好棒。怎么你们这客人比我们多这么多？哎，这边你要啥？不来我们这儿买吗？这个十块，对。有鱼，来买鱼。十块钱三斤，还有鱼。我要一筐。来，恭喜这位客人包一筐橘子。我的妈呀！包多少？恭喜这位客人买了一筐橘子。哇！哈哈哈哈！一二，走你。能扛动吗？呀呵，没事，我给您送过去。完了，感觉要输啊！有人买一筐橘子吗？我们的鱼啊，忘不了的鱼，吃了忘不了的鱼，永远忘不了我们，好不好？今天有没有缘分，就在这条鱼里。这听着，只要别让刺儿卡着，你可能就嗨。哎，我们这还有一筐橘，要么一整筐。300块钱一筐、啊、哎，但是，哎，这边，大哥，大哥，这边，怎么卖呀、啊？10块钱3斤，算便宜点啊、哦？这还不便宜？哎，这边有便宜的，哥，要你说10块钱几斤吧？这样吧。你如果能够啃一个，一口啃一个橘子，我买一筐。好，爱熊，哥哥们，二位是我们这边的。来啊！一筐，没问题。来，哈哈哈哈哈！好，可以，哈哈哈哈哈哈！还有谁？一边已经很热烈，感觉已经换政策了。他们，你们这什么局面？什么局面？爷爷，咱们是一队的。是不是忘了跟谁一组的？恭喜这位客人包一筐橘子！我抬马去，这个卖的都别给压了。来，哎呦吼！咱
这俩爷爷是不是忘记我们是一队的呀？我看这会儿忙。那行，就热心肠也是对，也行，对也行。这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就是。你好，要鱼还是要橘子？要橘子，全要了。全要了。好，两斤四，30。10块钱一斤，我给你来两条吧。可以。哎呀，这生意太好了，这样，差不多。歇会儿，歇会儿。三块一杯吗？给你喝水。来，奶奶，一杯吗？来，奶奶，不管那个，我不，打了，打了，好了，好了，谢谢。来，你把水拿着，喝点水，好不好？好嘞。爷爷，坐这休息一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坐着歇会儿啊。奶奶，走，跟我发点传单好不好？好，谢谢。来来来，给你们。好，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来，小朋友，给你，好嘞。奶奶，给你一张这个好不好？这些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帮你挑来的，是自己。哦，全部是自己，年轻人都去打工去了。哦，都是你自己挑来的。哎、哦。啊，是吗？哎。好，那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哈。好。好，我给你。好，奶奶来这边来。你自己一个人呀？他这个菜全部是他自己种的。哦，自己种的呀？啊，不是他儿女，这个种的全部自己种的。哦，是吗？那我帮你今天把这些卖掉，好不好？这个怎么卖？多少钱？3块，三块，一块，一个。想走近看就买菜啊！卖一把。好。谢谢啊。特别新鲜哈，炒着吃对不对？对，他让你回去炒着吃，很新鲜的，谢谢哈。两块，两块。来，谢谢大哥啊，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哈，谢谢谢谢。你在干嘛？这个奶奶是聋哑人。哦。我们在帮她卖菜。太棒了。陪奶奶。哎，我们还有两条鱼送她一下。可以啊。奶奶，这里有两条鱼，这是他送给你的鱼。鱼。奶奶，奶奶，你这你的菜，我全部给我。能够帮到别人，真的能够帮到真正有需求的人，我们自己也是快乐的。今天特别好，丫丫出去碰到一个聋哑的一个阿姨，这个太好了啊！是旁边的那些卖菜的阿姨跟我们讲的，说那个奶奶是聋哑，因为一开始我跟她说话，她老在那我以为是羞涩，她在比划因为想象不到是聋哑人会来出来卖菜，尤其是卖菜是要叫卖的，那她怎么卖呢？对，后来大家都挺帮她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其实效应，咱们确实是因为这出来活动没法那么广泛的散开，其实也就是跟咱们现在所说的，包括咱们做这个活动的目的也是这样，要是能帮到更多的这样的人，那就太好了。太棒了啊，哈，谢谢。而且今天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也值得鼓掌。
我们这面大概今天卖了得有个千八百吧。千八百，我持怀疑派。我觉得应该没那么高吧。哎，我们这1030，还要我们往下报吗？1900，还要我们？不是1900，有点多了，1009。还没我们多呢。但是，我们还有300多的现金。我们将近1400块钱的收入是吧？我们这队是这个获得了胜利，来鼓掌！哇，你看我们胜利的烟火，看到没？呦呦，都放礼花了，这外边都。哇，漂亮！好久没看过烟花了。哎呀，好事连连呢。丰收节，我们今天所有的钱会把它捐到慈善基金里边，算是一个公益的收入。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那一下还是让人蛮兴奋的，有那么多的收获，然后出去售卖。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老人适量的完成一些工作，会使他们的整个身体机能更加的改善一些，让他们的状态变得更加的积极，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状况变得更好，主要是精神上会更加丰富一些，包括我们说的孤独感、寂寞感，可以排解一些，我觉得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今天顺利利的把甜蜜蜜都给消化出去了，太棒太棒了。但是我们是有输赢的。输的那组的队长，现在有一个惩罚，只是队长吗？只是队长，队长。这时候我又是队长了，哥。昨天我们是有输赢的，输的那组的队长吃馒头。山东大馒头，呀吧，大道至简，返璞归真。陈赫今天忘不了农场厂长，一把手的，编外。哎呦我天！你的任务尽量多的推销给大家。里面请，里面请。那个炒饭很好吃，我个人推荐脆皮鸡。买馒头。太棒了，忘不了农场，我来了。Great ma, great fa, morning。不是陈赫了，那又是谁呢 ？What is your name？ 方方的，圆圆的。哥、就张嘴就行了。啊！呼，来了来了，哎呦，小奶奶，来吧，宝贝。今天你负责照顾战爷爷好吗？奶奶慢慢的走。哦好，从这下去。小心哟。击鼓传花。哎呦。哎，是 battle 吗？董姑姑，五姑姑。我迫不及待的看我的姐姐和哥哥们表演节目了。来来来，预备。我们老两口对这个事儿就有点抵触嘛，但是我不反对打工族，特别是年轻人。点外卖，现在年轻人我也看着了，时间太紧，工作压力又大，加班到下半夜了，那必须要点外卖，那是为了让他们节省时间，这个集中精力，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外卖那个东西呢，它的优点就是说省了自己的时间，
但是它有时候你吃的好吃，它实际没有营养。我还是希望应该经常的自己开火做饭吃。近年来三高的老人越来越多，许多老人都开始害怕吃肉，一日三餐变着法子的五谷杂粮和蔬菜吃的呀是越来越素。可是这反而走入了一个误区，老人吃太素不健康，甚至还很危险。吃太素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缺乏蛋白质，蛋白质供应不足的时候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功能下降，更容易感染流行性感冒和各种疾病，甚至会增加患肿瘤的风险。其次，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力量减弱。老人的头号杀手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脏病，而是跌倒。跌倒已经成为我国老年人致死的重要的原因，所以老人家还是嘴壮一点好，每天要吃够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类，鱼禽蛋肉都是可以的。我们很多老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基于此呢，我们对于老人啊，在营养方面提出八条建议。因为老人消化能力退化，我们要少量多餐，而且食物要软烂一些。第二，要预防营养缺乏。第三，要主动足量饮水，那最好呢每人每天喝到两升以上。第四，要积极户外活动。通过户外的活动啊，我们可以接触阳光，阳光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啊，可以强壮我们的骨骼，同时呢还能预防像肝癌等很多种疾病。第五，要减少肌肉衰减。人衰老的过程啊，就是身体当中肌肉不断流失的过程，所以无论男女老少都应该维持理想的肌肉量啊，大家要多做一点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运动，延缓肌肉的衰减。第六，维持适宜体重。第七呢，要摄入充足食物。第八，要鼓励陪伴进餐。这一条啊，是说给我们孩子们的，我们要多陪伴老人。每天两瓶梨水，守护老人健康生活。农夫山泉伴您观看忘不了农场。看完过后啊，看完我儿，我儿娃子从来没给我写封信，那是第一回写信的话，我是看了是高兴得很。哎呀，我还很感动，很感动，我万万没想到，见没有？哎呀，我当时眼泪都掉下了，真的很激动，很高兴。他以前刚出国的时候写了，后来就很少写信了，但是他每天晚上要给我打电话，他说离得很远。但是天就像天天在我面前一样，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心里面非常愉快，是我女儿的发自肺腑的爱慕，非常感谢她给我们写的这封长长的信。虽然我们很想她常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为了她的下一代，我们想也该做一些牺牲。然后呢，我们自己呢还是保养自己，关爱自己，所以让他们也放心。点击播放框下的讨论区，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参与相关话题讨论，把你的想法大声说出来。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腾讯极光盒子超清画质，狂野性能。点击屏幕右上角图标，创建一起看房间邀请好友，一起来感受农场的温暖故事吧。想要会员，快来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参与抽奖，首次关注更有可能获得31天会员。上微博参与忘不了电台征集，对忘不了家族提问吧。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感谢首席健康媒体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感谢腾讯娱乐、腾讯新闻、新浪新闻、四季旅行、知乎封面新闻、界面新闻、Zucker 一点资讯、豆果美食、同城旅行 APP、中华万年历 APP、天翼超高清、杨国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